你们全部偷过来，全部是特大果。那一筐啊？那一筐，有一筐啊。哦，拿不完，拿衣服这样子装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梁。现在我们要上山捡钱了。为什么说捡钱呢？因为今天我们种了一种果嘛，我们这边称的就是东方神果嘛，罗汉果。我们去看看嘛。今天反正这几天两三天隔三差五嘛，又上去捡一批。走了，带大家去看看今天我们捡了多少嘛。到地这里了。哎呀，老爸已经这紧了，你看，哇塞，全部这么漂亮了，哇，又是满满一的，一大桶，哇，这个全部漂亮的哦，大果、中果、多，中果就是要大果、中果多才多拿到一点钱，哎呀，还有比较多，这个还没有熟了，这里。哎，全部得过回来，得过多啊呀！好啊好啊，得过那些的呀。你看，我打过打过中国那些的钱。那些打过我们中国啊。啊。得过。哎呦，一批一批过啊。像这个。防霸的就行了，找那种防霸的，要防了才能拿。这个都还没有。哎呀，这里，这个没有。哦，还没有黄啊，这个可以拿了，这个。这个，跟那种没见啊？那你没发到哪？那阿东，哇，这里比较多，全部黄了。黄了黄了，这里没鸡蛋了。嗯，这里真脏啊，说没鸡蛋的叶子了。比较多啊，弄给发浪的没啊？哪个的？这里有几个？哇，这几个漂亮。哎呦，一下子又一桶。一下子又一桶这个大果，你看又要满一桶了。吴总哎，吴总哎，你那背里弄空嘞？哎，全部弄多空啊！我也是呀。因为这个果就这两年贵，还是挺。种得来的，因为这个果嘛，把它加工好了，拿来冲茶喝嘛，当茶喝嘛，可以防止感冒的，还有很多功效的。
当饮料啊，还是什么的都可以。哎呀，这个果在我们这边叫做东，号称东方神果吧。哎呦，这几年家家都种。哎呀，没种啊。对呀。你种过变成哪里？大家上好啊。哎呦，再找一找啊，马上捏个档的。嗯，有几个想拿过去拿咯。哎呦呦呦呦呦，啊，这里这都防了，都可以拿了。哎呦，看一看，瞧一瞧，这里这个房啊，这个也房了，这个还没有，那边还有几个，哦，还有很多房呢。你说哪个黑的呢？嗯，真的很热闹了。这里天天进来捡钱咯。比较多啊，我全部那么像你一样啥的，那么在一起。嘿，那么来对对，跟你个歪歪的干嘛？嗯，那跟你的一样在那样啊。哎，太多了，全部是大个大个的。哎呦呦，这种地方都还没有熟，你看这么多，这后面这一批发来的。收获满满的，又是一桶。满了一条了，也准备挑回家了。一条这样子就400块，400多块。一担400多。哎呀，就是我腰疼啊。腰还有点酸疼，都不敢挑了，只能慢慢的摘了，给老爸挑了。喂牛，哎呦，还要剪一下。哦，拿不完，还拿衣服这样子装来，啊，又满一条了，又满一条了，哎呦，漂亮。被你们家老人了，
铁板赖。铁板赖。又是里满满一条，三筐、六筐、七筐、八筐、九筐、十筐，十多筐去了今天。今天拿了十多筐，也有五条、六条、四五条。哎呀！